在青州博物馆旁边一个儿童游戏馆，然后这游戏馆真的觉得非常适合小孩来。它总共有四层楼，然后有三层楼都是小孩玩的，每一层楼都有两个主题馆，而且主题馆都还蛮好玩的，就是有科学啊，有动力，然后有科技，有互动媒体，我觉得来呢真的蛮值回票价。它一次呢就是两个小时，然后4000韩币。然后我觉得两个小时其实玩不够，我觉得至少要玩3-4个小时，小孩才会过瘾。
我们现在在青州的动物园，可是完全没有人呢、欸。这个是我们买的动物园，我们 VIP 包场了。有什么？海星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们去看看。哈哈哈哈，看你耶。怎么了？他这里他不会没有穿裤子，他没有穿裤子。谁没有穿裤子？狮子啦，狮子。那怎么办？那还是你的裤子这样穿。不要。那爸爸的裤子这样穿。爸，他可以。好，可以。还是哥哥的裤子这样穿。穿它哦，还是妈妈的裤子这样穿？不要。啊，爸爸的可以。可以啊。哦，真的啊。可以。好啊，那我们拿裤子这样穿好不好？这样就没有可怜了，对不对？那宝宝。来到印刷博物馆。是的，是不是？看看是什么？排骨汤。你都不会怕辣？
好加分更好吃。好，那赶快吃吧，你还一个人吃掉一碗吗？可以吗？好，赶快吃。好，弟弟，辣汤来了哦。